收看今天日本道明。今天的话暂时没有玩袋鼠狼，不过我们先介绍这个之前 PC Steam 曾经出过，现在有在 PS4 上的这款这个 Dead by Daylight。相信应该之前很多人就已经看过老外在直播这游戏，但是这游戏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玩，这能玩吗？会长，赶快去买好不好？見てください。实况，あんなスピン見てんだけどね。ホラームービーのホラー映画の桥段で。说，我来了。すごい。13号星期五嘛，有个名字。多么讲空板话。これはあの十三星のジェイソン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ゲームだ。実際に十三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ゲームが出てくる。同じエンジンで作ったもんで、多分。よし、じゃあやります。这游戏基本上没有单机任务，好像都是网络线上对战哈。Come on, go. 说。帮我。国界比旅说。阿奇，这个斯蒂姆有 A， 有啊，斯蒂姆有，而且还特价，我知道。哼，妈的 fuck， 没关系 ，PS4 还可以卖掉。说 ，PS4 应该比较贵吧 ？PS4 卖到快1000块了，好像1100左右吧，不便宜。我没差，反正这个可以卖中古位，位置没差的。好，这游戏基本上就是生存游戏跟杀戮者，玩家可以扮演杀戮者。你这样我就不连啦。跟这个，我买 Steam 你就会买吗？这个啊，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我主要的菜，只是我觉得这游戏真的蛮特别，所以特别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可以跟朋友一起玩，但是我抖，只能够跟网络上其他人玩。首先先扮演生存者。国界比旅说。斯蒂姆的我有，斯蒂姆你有不抢一下干？哎呦，好，不过没关系。角色有很多人，这还可以练角色，对不对？说一起玩躲猫猫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玩呢。国界比旅说，最近斯蒂姆流行的是13号星期五。十三号星期五应该是固定的。国界比旅说，同一个引擎座，谁知道你要买这个啊？对啊，所以这还蛮有趣的。那这到底怎么玩呢？我都还没有注意到，这是到底怎么玩？就是你选择一个生存者，但是生存者能够干什么？好像也不能做什么，对吧？只能够逃命，但是他有技能，不知道干嘛的。就是英文我都看不懂，我还是想要下来玩是怎样？好，我们选这个运动服小女孩吧。那我去。高毛哥。说。躲猫猫啊。好。躲猫猫啊。我也知道躲猫猫啊。好，蚯蚓。我看就知道了。国界比旅说，简单说就是要逃离那个地区。要逃离那个地区，那个地区好大，怎样算逃离？高毛的说，躲过杰森的袭击。躲过杰森的袭击，那我就一直躲在里面也可以吗？国界比旅说，会有鬼抓你。啊，这样的。那也要有人玩啊。国界比旅说，要先修理东西。要先修理东西，修理什么东西啊？在楼顶。有了，有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这里应该已经楼顶成功了。有了。じゃあ行きます。あ、干、disconnect。被踢走了是不是？我的 fuck。太弱了，等级不给玩。妈的。Setting control。看不懂。柯一说，话说我预定了钢弹 VS。哦，柯一长，Kumawa，你也定了钢弹 VS 吗？高毛，对，预定的哦。说，先找变电箱修车子。先找便利箱修车子。哇，跟我讲你也知道怎么玩，你有买是吧？说，还是你看很多。自根之起跑才能预载。自根之起跑才能预载哦。说，再找钥匙开车离开。
再找钥匙开车离开。哦，我是自己有买来玩，还是妈的看实况看到他妈的已经都熟了这样？师弟母，这到底怎么没有人要玩了、啊？这尴尬了，买了 PS 的版本就没有人在玩，逼我去买 PC 版的是不是？那我应该买 PC 版才对。Shit man。喂，没人哦，没人在玩哦，是不是又要换回袋鼠狼了？我天哪！哦，有了有了。Come on, go。说，对不起 ，Biu A Biu 麦卡贝的实况我看过了。Biu A Biu。OK。看这游戏那时候我就有兴趣，只是不晓得原来你们有人在玩，早知道我就去买，可恶！但现在很便宜，现在是不是特价还有在卖啊？我、哦、等一下忍痛还是刷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特卖到什么时候啊？夏日特卖应该还有、哦。说，但是很刺激，我还蛮喜欢看的。www。OK。我说 PS4 玩的话，直播比较方便聊天，对啊。但是其实也没差，因为库尼根本也不会来讲话，对。库尼可以看一下这游戏，真的蛮有趣的。不一定要买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下。不要再人网了，好不好？哪里啊？この game だよ。Dead by Daylight。いや、クソゲーだろこれ。クソゲーじゃないよ。まあクソゲーかもしれない。対戦ゲームじゃない、サバイバルゲームね。行きます。笨游戏的感觉，笨笨的。游戏讲耐友，笨笨讲耐友。好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可以蹲下来走，来跑步。哎，干活要去哪里啊？坡荡。啊，我太走。国剑比旅、哦、可以抖音说，特价到五分之七。特价到七月五号。这机又没什么用。科一说：“啥东西特价？”就是夏日特价。干，这好像有点跳聘。杰森出现时会有杂讯，要注意。杰森出现时会有杂讯，那我现在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啊。国剑比旅说：“夏季特卖啊。”哦，有心跳，身在跳了。这个怪国剑比旅说，这款游戏打对折。国剑你有买吗？到时候可以一起玩好了。看，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。但我不知道怎么玩呢，要去哪里我都不晓得。Come on, go。说，这时候就快逃离该地区。好，应该继续讲得很轻松，那逃到哪里去了不知道、啊。说，我这游戏大多被玩烂了。哦。国剑比旅说，不过这游戏可能现在玩的人也不多了，啊、因为已经出一年了。那最近才出 PS4 是怎样？科一说，人开始跑去玩那个绝地求生。总知道星期五要多一点。说，基本地图上都会显示。基本地图怎么叫啊？没看到地图啊。无法呼叫地图啊！看我听到有人走路声音，哦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国剑比旅说，2016年6月14日发行。哦，听到嘣嘣嘣的声音了，是跳河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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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摇摆游，摇摆游。看为什么我的镜头怪怪的？国剑比旅说。现在连十三星期五已经有点退烧了，十三星期五也退烧了、哦、那意思就叫我不要买了，那我还是省下来好了，都没人玩了。看、这个人在干嘛，我记得不碰不碰的声音。 Repair 一起维修。国剑比旅说，聪明懂我意思。Come on, go. 说
地图被你的脸挡住了吧？我地图被我脸挡住了，干，原来是在那里。国建比旅说：“帮忙修发电机。”啊，不是，啊，干，这样有人来是不是？我从哪里去啊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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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哎，我怎么不同一样？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走，就走，就走，就走。好难修哦。噔噔！啊，干！干干干干干！我又被追了。镜头为什么相反呢？一直逃跑，有个挂了。国建比旅说：“有心跳声，代表在附近。”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躲起来了，躲起来了。哦，这个人被干掉了。这个同事，你不要躲我这里啊！我已经，你躲另外一边好不好？你是肚子痛吗？厕所没有开，很抱歉。哎呦，看那个人可以救吗？他已经 GG 了。国建比旅说：“被抓走一开始好像不见得会死，被挂起来就死了。”国建比旅说：“可以去救他，但是可能自己也会 GG。”今天这么奇怪，光怎么办？问苏大，不敢出来。嗯哼，快快快快！感觉镜头怎么上下左右颠倒，靠呗！高某的说：“你要连打抵抗，看要按什么键？”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陷阱吗？还是什么？又挂掉一只了，拆掉了，拆掉了，然后干嘛？又引擎，引擎，引擎我来了，等一下重修啊！啊，看完了，要蹦蹦蹦蹦了。那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要拆，你要算，该要重修啊！看，我的错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这里中了，看他们那么突然，哇，干这好难哦！完了，我觉得我死定了。啊！干这修好何其难呐、啊！躲进来，躲进来！国建比旅说：“手速眼力啊！”啊！他已经知道我在这里，快走！啊哈哈哈哈！直接被掳走了！啊！放开我！国建比旅说：“八七。”国建比旅说：“被抓了！”快点，我成功了！啊哈！啊，对对对对！啊，看那被鞭尸！无效嘛！没得救啊！啊！好痛啊！这是什么玩意？根本救不了，不准他！啊！干！
無理だ無理。很累耶。只能撑住而已嘛，我累了。啊！巨巨的，什么东西啊？超级大蜘蛛，被召唤了。靠！巨巨啦！原来是这样子玩呐、啊，哎，为什么没有经验值、欸？有技能可以升呢、欸，三千、四千多，什么技能我都不知道，看不懂，那个中文话。分为三加三 percent， 随便讲。我等级可以练这个位置，哦，那感觉好像角色都是，啊，要选妹，选个妹，我操 ，Zinc 提问，说各位好，披上空漫画，哇，他的衣服就多了。但是衣服都是脏脏的。哦吼吼吼！哇，扛 K 久一点。高毛豆说：“小 P 安安，国剑比吕说 P 三安安。”我这样会太醒目一点。随便的。小 P 空帮蛙。看来就是整体拜四的钢弹大对决是吧？钢弹 VS 这个我们的好朋友 Eric 也会入手，说所以小队长你会入手吗？钢弹 VS 钢弹 VS 虽然我知道我打得很烂，但是直播还是会玩一下、嗯、所以这个可以掌握到时候有空可以一起玩，说你要赞助我摸 ？Zinc 提问说、哦小：“目前没打算，打算是 OK。我现在好难哦，我稍微在玩那个测试模式的时候，我在打，哇靠，那个连 AI 我根本就打得很痛苦了，跟孤你两个双打打还 OK 一点，妈跟人家打根本就是妈被人家打好玩，有点困难的。”那应该有什么其他的技能可以用？我就看不太懂。Layout。Zinc 提问：说钱拿去买乌贼二了。钱拿去买乌贼二了，对，乌贼二到时候也会发哦，都忘了。嗯，我现在。后面到底有没有那个、啊、地图是在右下角吗？真的被我挡住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乌贼二是七月几号发？二十一号 是？小 B 长，记得好像没有那么早发哦。スプラトゥーンやりますよね。Zinc 说：“二十一，七月二十一号发售的时候，那大部分台湾的平行输入应该十九号就会到了，十九号的晚上。但是可以先试玩，不能直播，每次都是这样子的。有地图吗？看来没有地图了。”没有地图啊，跟我讲一整小哎，好，
地鼠应该有特别的呼叫方式。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ね。这时候可以改换操作吗？上下相反。V E R S T collision run or from back. Read all map, DD。说。阿可安安大家安安阿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。好像有怪声音。Zinc Chuan 说：“刚刚买了荒野之枪。”Come on, no. 小队长要买荒野之枪。那就是你没开，还是说 PS4 版跟 PS4 版不一样？我不知道哎。看这个东西可以得分就先得分。啊干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好可怕。就是嗡嗡嗡群做工的，对了是吧？等一下玩一下用那个猎人四点是怎么个玩法。啊干你娘的，真是要你破人命啦，要来造干，我是咸着兵啊。各位 underscore Katie 说：“各位大游民晚上好。”掌控包啊！现在在逛大街。ありますね。Zinc 提问：“说阿瑞 KT 你们好。”Radol Mob DD 说 ：“KT 安安啊。”哦，捡到。Radol Mob DD 说：“小 P 桑安安。”哦 ，Come on， 连进出来的。说 ：“KT 安。”秦光说：“安安。”Radol Mob DD 说：“阿克玩 PS 四的 DVD， 可惜我是 P 四的。”肯定闹的。Come on。说，大家安安。台湾铺大。We underscore Katie。说，李桑、阿瑞、哥莫托安安。Zinc Chuan。说，秦光你好。Radol Mob DD。说，古马托桑安安。我说这么多人都有买，干，我共姐，我刚今麦看到 PS4 版出来，我说，哎干 ，PS4 出了，终于可以玩了。他妈的，很多人都已经玩过。我知道这边有出，但是那时候不晓得有这么多人在玩。嗯、然后 P 四版是一直到前两天才发的，这样。说，可是我是 P 四版的 RXDD。我知道啊。嗯、喜欢那个当被虐、受虐狂这东西。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有地图啊。不会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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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过来，干！我是来到不应该来的地方，这不是刑场吗？我一直走错了，这是哪里？干！你们直接把我干掉，直接挂上去，很快的。啊干！完蛋了，我自雕。哪里不来？为什么自己走来这里了？哟，但我觉得躲里面是最不安全的吧？他一定会来这边拆呀。可是如果是
是猎人的话，他会知道我躲在哪一个箱子里面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跟你要人走来了，走来了，走来了，走来了。哦，不是，是好朋友。好朋友，你不要走错啊！哦，我逃，我逃了，我逃了，你去追他吧。我可以去救那个人吗？他去狙狙了，他狙狙了。他妈的，换我了。Zinc 提问：说，应该死了吧？死了，死了。那个人应该已经死了。说，你没武器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武器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他打，对，好惨呐、啊！根本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嘛。高某都没有啊。说，去了也是白去啊。去了也是白去。但我们觉得当鬼好像比较有优势啊，为什么？什么按键可以按的 ？Zinc 提问：说，这是连线的吗？对啊，这现在就是在连线了。你说我快死了，又有人来了。这整游戏就是一直跑，一直跑这样。看，越靠我越近了。为什么那么快？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啊，干你晕倒了！肚子痛了，肚子痛了。我走好快啊！干两只，哇哦！哇，治疗！我自己出来，对不起。啊呼！贱人！啊呼！啊呼！哎呦！哇哦！又来了。直接 GG 啦！天哪，今天生下没有阿哥小朋友，快速直播是对的，这样才可以更确定我这一片到底要不要卖掉。Upgrade， 但是他 idea 点倒是不错了，生存。与猎杀，对不？升级了 ，upgrade。好，我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玩一下，对不 ？Switch killer， 其实还可以升级，不够钱。然后别的，白人替有护士服。哎呀，这个没有像白人替有性感护士服那一个。没有，它是连身套装。就这一套好了。啊，如果是当这个要怎么玩？玩玩看就知道了。马上就连进去了。为什么当鬼这么容易加吗？出现了。鬼只有一个哦，不可以有两个。
看那这一局当他们应该是赚到吧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玩的。嘟嘟嘟，好，我们今天玩的是 PS4 的黎明实现哦。这个据说在2016年这片就已经推了，不过 PS4 版是这两天才发的。阿克斯没玩过这游戏啊，所以稍微摸一下。玩过的朋友就请多多见谅啊，又是看同样的东西啊。没办法，六月底七月初游戏出的非常的少啊，没有什么强片啊，有出片但是都不是什么强片。哎，我是呢。Radol Mop Didi 说：“难得阿克会玩这款游戏 XD。”嗯，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干！Radol Mop Didi， 这我是第一人称哦。说：“最近真的没啥强片，有得等波浪符，波浪符。”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被烫到了是不是？当鬼是第一人称哦，比较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卖你！我还可以穿墙，还会累是不是？啊！找不到人呢、啊。散步逛大街，为什么觉得地图上都同一张？什么事情？你没有找到吧？欸，当鬼好难找啊！这什么意思？有人在恶搞我的东西是不是？到处这样子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。对你，看为什么我在玩的时候，人家是一早就找到我，我是找不到人家。也不能跑路。啊，不能穿墙。嗯，这什么？那有没有人呢？为什么就没人呢？Nobody here。哦，这也不容易找哦。他说：“怎么有那么笨的鬼，找都找不到。”Underscore Katie 说：“那个讯息应该是提示吧，人的方位。”Come on， 说：“看到人应该会有个心脏的表示。”Come on, go. 刚刚的砰就是标示。对，当鬼只能逛大街吼，然后遇到人好像在钓鱼一样啊，有鱼可以钓的时候会上钩，找不到就没有了。你看他都被他启动了，很开心。这个吗？心动在移动。We underscore Katie 说：“
有讯息就往那边找啊。完全看不到人耶。哇，这个是当鬼也不容易齁，不好找。没有镜子的模样是什么？奈呢？我一定是超不会玩捉迷藏的。ないよ。誰もいない。見つからないです。噔噔噔。糟糕，好像被人家抓还比较好玩。这个不会玩。直接挖了那也是，他们可不可以就直接过关了？完全找不到人了，一只都没抓到的。心脏往那边走，一直找不到人。僵尸还是比较笨。大概到位都一起，为什么觉得我好像在玩单机耶？当的。Come on, do it. 说，他不能瞬移到那边。瞬移过去，他会。他会累哦。Zinc Chuan 没有人说，其他玩家是没上线吧？其他玩家是没上线吧？应该有人在里面吧？哎呦，看到上面有人呢，来开门一下，没有人，哎，人呢？你看到那么笨的鬼，来那边找，找半天找不到。嘘嘘嘘。嘿，好，什么都没有，なんでもありません。有了有了。累了，但是找不到人了。哦，越来越清楚了。为什么又不见了？难不成？
干，没有。请问你这游戏怎么结束啊？结束不了哎。呀哈！決定です。中古を売る決定。クニさん、決定です。クソゲーですだから。まあクソゲーじゃないけど、ちょっと苦手ですね。どこだよ。はあ、出る。我到现在都追不上，还是不知道能跑到哪去，完全不知道，好像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地图走来走去，反正是鬼打墙。好像已经听牌的感觉了，一级的。Back. 何よこれ。什么情形？打工去！有个人已经逃走了，是不是？看起来那个门的左下角那边写的 ，Find the exit。这可以自杀吗？有点动没掉了。なんだこれ。Survival setting。あーやっぱりこれ実況はしづらいです。欸，这个游戏要怎样算结束啊？他们都逃掉了，他们是不逃掉还是断线？因为现在很无聊欸，就是在那边一直绕圈圈，然后都找不到人。我从玩到现在都没找到半个人，我天哪！好歹出来跟我打一下嘛！有人逃走了，哈哈！哇哦，还差一个，恭喜你哦，赶快逃出去哦！那我才可以 get over 啊！地图这么大，这么难找。
更我还蛮辛苦的哈，还要瞬间移动，然后还要吐。看另外一个是躲哪里？该不会是躲在那个箱子里头，然后故意走？哎、啊、呀，要走了，离开了啊！祝你离开，赶快，快，快点逃亡！成功，成功！啊，根本就是一种折磨。看，好伤心的离开了这个鬼。直播结束，我玩不下去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一个人玩好闷，我怎么会去买这个游戏呢？我真的是搞不懂。哎呦，发生事，存档了，我按错了。好吧。直播就到这边了、哦、好，这个如果大家都已经玩过的话，我觉得今天介绍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啊。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还点子是还不错，但是看有点难呢。对啊，当鬼的部分玩起来一个人就实在是有点闷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可怜的鬼，你这么可怜的鬼。国界迷旅说，你还没一小时，居然还可以玩成这副德行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做鬼都那么心酸，做鬼都这么心酸，因为没有一个老鬼来带我这个新鬼走啊，对不对？我玩的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追法，追半天，妈的，连个鬼影都没看到，好不好？人影呢，鬼影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哇，然后在玩的时候说，哇，这个鬼真好闪，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，好白痴啊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好了，这个。Game 的 idea 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还不错、啊。虽然这个已经发售了将近一年了。鬼的世界也是残酷的。边缘鬼。国界比旅超残酷。边缘鬼玩不好很丢脸的感觉。当个都已经鬼了，居然还可以玩成这副德行，真厉害、哦。Underscore Teddy 说可怜可怜鬼。妈，我没有练，我连玩都不知道怎么玩，那没有人带你乱走一通挂不？还没有地图。Come on， 老哥，我这一只小兽是最难用的，妈的，超 QQ。超 baby， 超魂杀感，妈的！啊，我真的有点玩不太下去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国界比旅说就要多玩啊！啊 ，PS 的盒子长这样啊，就是国界比旅就跟之前那个封面是一样。问题你明天就卖了。哦、看起来那封面给欺骗了哈，但是应该是不错的条件的。问题是我明天就卖了，应该不会明天，但是这礼拜一定会把它卖掉。对。没有人陪玩，一起玩直播会很难玩的。那你就继续去玩带狼吧。应该会玩带狼啊，但是应该明天再玩好了。现在已经11:19左右哦，顶多再跟大家拉一下赛好了。对啊，满一个小时的话，那带狼一玩要玩好久啊，而且一死他妈的，因为明天要上班，我没有办法搞太久时间来玩的。嗯、伤心公主说忍不住，好好笑可怜鬼。伤心空鼠，这很难呢，我发现呢。国界比旅居然被笑了。伤心公主安安，你都有在玩了、啊，你都有在看。我想说你觉得好无聊啊。Radol Mop Bibi， 好了，伤心公主可以看一下这个。伤心公主安安比阿瑞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。看他有一些技能值可以。说公主好。过关以后会有经验。国界比旅说，伤心公主表示闪开，让专业的来。伤心公主说：“大家晚安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”是不是？被老婆笑了，去说：“伤心公主安安。”干嘛的？说：“哈哈哈，老婆笑你。”哈哈哈哈，你看你，妈的嘞！伤心公主说：“做鬼好辛苦。”做鬼真的好辛苦啊！当人被追还比较有趣，是妈的嘞，真的是。好热啊！好干。You owe 68,345。阿克说 ：“ARC 星期四晚上10有乌贼二的 ND。ND 是什么 ？Nintendo Direct 是不是？说有业绩压力。有业绩压力。对啊，一只都没有杀到人的鬼，很惨，有没有？他妈都没有。”
鬼一关里面最多是可以塞几个人的，是一局只能有一个鬼吗？可是我刚看有两个鬼呢，是最多有两个鬼对四个人。国剑比吕看起来说，你们说钢弹是什么游戏？我先去了解一下。钢弹就是那个钢弹对决啊，钢弹 VS 哦，七月六号发的这一支，来上巴哈找给你看哦。PS4 葵花兽游戏钢弹对决，钢弹对决游戏，这个是。那这游戏实在不容易，有点难控制，所以这个要说。https://acg.gamer.com.tw/acg/detail.php?s=85116。哦吼，对，钢弹 vs 的话，以前其实就已经出过很多系列作了。PS3 那时候也有出，然后我当时也有买，但是玩起来也是玩得很糟糕啊。对，然后这次的话，我们这个日本大名的好朋友 Eric 好像也会买，也是一样会买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的另外的有台的耶稣长是吧？耶稣长好像也会买钢弹不夜死吧，最多好像可以到4-4还是8-8我不知道，之前是可以4-4，对，然后也有那个共同任务可以协力一起去打类似像 BOSS 级的钢弹还是沙克之类的设计，应该是蛮值得期待。然后全中文化，所以我只怕当天货会不会拿得到我就不晓得。但科一赏你已经买数位版了，我也还在考虑我到底是要买 package 还是数位。顾里，你会买那个吗？钢弹 vs 什么？应该不会。好啦，妈讲是白讲，继续玩你的刺客教条好了。科一啊，说我是预购了，等于预购了，没问题。那个只有对战而已嘛。国界比他有学历模式啊。科一都是巴哈预购的，所以这个都可以看。科一都是八号预购，所以你不是买数位版的。科一说：“没，我刚刚订数位。”而且他订数位了，对啊，刚明明是订数位。科一说：“实体版卖完了。”应该是不好玩了，实体版卖那么好。国界比吕说：“阿奇每次都会提早拿到，但是都要比人家晚实况。”没办法啊，是不是？时间忙啊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，请大家多原谅嘛，是多谅解一下。好不好？这个阿卡草设定身体又不舒服，我也不能够太夸张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第一手实况，妈干脆我妈直接偷跑自己实况，然后我台就被变掉了，应该是有这可能。牵拖，他妈的小皮上牵什么拖？啊？看我的台就看我台，吐什么槽啊？靠侬亚洛啊！记得买钢弹不夜死啊，好吧？钢弹对决。妈的，小兵，你这组钢普拉玩钢弹玩那么凶，居然不买？国界比吕太过分了，说也没听过偷跑被搬台的啊。要来试试看吗？被ban的话怎么办？国界比吕大家就不用看台说，很多人都偷跑。那我人比较这个正直，不喜欢做偷跑的事情，这样可以吗？妈的，啊，反正这个也入手了。说好不好啦？偷跑不好啦！你看 UO 厂就说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之前有没有也是有开实况，然后偷跑，说不要不信邪。对啊，就看到说，然后就写个 b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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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， 然后就外国人来看，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被 ban 了，这样好开心哦！国界比吕说，钢弹对决是很帅，但是不是我的菜。是你的菜，好吧？不用勉强了。说。跑起来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跑起来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基本上，你如果是国剑进来玩的话呢，应该第一局开始就是连续大概至少超过30场，就是一直被打爆，一直被打爆，一直被打爆。Come on， 你不要打什么，就一直被打爆。说，你拿到游戏先玩了，熟悉操作再介绍啊。熟悉操作对嘛？是不是？熟悉操作再介绍也是 OK， 但是原则上玩的好不好应该是另外一点。说，刚才玩具对决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我就玩这个就好。刚玩具对决的，总可惜。玩具对决哇，够阿朋友组好了一堆，你知道吗？说，要不然一玩就鸡鸡多丢脸。玩具鸡多丢脸。国剑比吕说，正常的好不好？你如果可以的话，就过12点再实况就最快的。
我当然知道过十二点在职棒最快啊，但是隔天要上班，我累死啊，没办法啊，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。时光如果过一两点，我连睡觉只有睡四个钟头，老人家睡的时间不够，快死了，又出了命了。国建比吕最近就太说不会丢脸啊，阿奇没有不唧唧的啊。没错，这一点事情我完全是不会介意的，早就会唧唧好不好？这不是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唧唧也是刚好，嗯。你看实况这游戏，实况到只能够拉赛，都不想要继续再玩下去。好，这个 Dead by Daylight， 嗯，电视版，嗯，准备。说，我听成 ARC 没有鸡鸡的啊。过两天变成中午片了啊。国建比吕，你才没有鸡鸡呢。没有死才丢脸。阿豆，阿豪养买了。羽毛不累 ，HD 对应。Radol Mob DB， 基本上是人玩说没有鸡鸡就没笑点了，太会打就不好玩了。XDDD， 没错，我还是秉持着这个努力打、认真死的态度，好不好？我这次 Steam 的那个特价，我其实都买蛮多 game。我连那个海贼无双三我都给他买下来了。说，天哪，单机可以几个人玩啊？会 underscore Kitty 说，单机的话有鸡鸡就有笑点，鸡鸡是笑点。你的单机是指怎样？是一个人玩，还是说他网络连线？一个人玩的话，我没有试过单机是不是可以切画面多的对战？说，这个我不晓得。AR 四到底又没有鸡鸡？国界比吕，你才没有鸡鸡！你都一直在玩海贼无双，我都不想讲了。嗯。你一直都在玩，我在踹我的手把，我这边用那个 PS 手把在用的时候，我发现它不行连接的，那右类比会出错。后来我知道我接 Xbox 360的手把，后来就变正常了，莫名其妙的。单主机能接几人玩？你要查一下呢。我看大部分人以前的话，应该是上下还是左右切画面这样对战。我不晓得这次是可以切，因为那时候测试的话，我还真的没有试。单机可以多了多少人一起在同一台电视上面切画面玩？我的我刚刚哪一次？有没有朋友可以回答一下？我这个没有去测，所以我不晓得。我知道 online 的话可以，应该可以四对四，至少四对四吧。哎呀，还不错了啊。但国建，我老实说，这个我，它难度还真的蛮高，我认为。因为我打了这么多代，我完全到现在都找不到任何的那个诀窍，嗯，真的，那个速度移位跟枪发射的距离算，我觉得那游戏玩起来其实跟那个神臂斗士超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嗯，就是你远距离要发射子弹，那个雷射枪弹打过去的时候，它到底会不会接到那个敌人中弹命中，这个是个问题，对啊，这个我看来。但是还是会买来玩。国建比吕，okay，说，你这类型本来也不是你拿手的游戏风格啊。对，但是我们对钢弹有爱，所以还是会入手，主要是这个原因，就是喜欢钢弹，所以不像有一个他妈只会说风凉话，整天在帮国建比吕小朋友刷牙。话说阿奇有拿手的游戏类型吗？晚上十点就赶快睡觉的一个混蛋死老头，好像叫什么小什么还是什么 P 什么 ARMS 越打越过瘾了，但是线上神人好多。话说阿奇有拿手游戏类型吗？我有吧，至少音乐游戏我玩的不会太烂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好 ，ARMS 越打越过瘾，但精神线上人很多，神人超多，嗯。我不用跟神人打，我跟我老婆我就打不赢了，好吧？光伤心中子就给我爆电爆了，混账东西，嗯，有点丧失斗志。我们七月十六还有 Splatoon 七弹大作战，还可以再被各位再电一下。哦，十一点半了，哦，我聊天也聊一个小时了，可以的，小国建比吕，说，没办法，音乐游戏我认识神人等级了，所以不会觉得你厉害。啊，无所谓啦，我也没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，是不是？妈的，我哪赛什么他妈的，他最厉害，好不好？那个要练习体感啊。ARC 要练习体感啊。国建比吕想到打电动，现在键盘出在 NS 摸分不出来。好，本台主不是打电动很厉害，但是。喜欢品尝各种不同的游戏，是我的乐趣，好不好？
说 AR 是玩游戏是走搞笑路线啦。我也没有搞笑啊，就不好笑没，对不对？你看面对的观众吐槽，还有一个实况组完全明明就在派对里面也不讲话的人，而且现在可能是群落的状态，有没有？说，不然阿克玩音乐游戏用脚玩搞不好就变成神人了。一顿 68,345。说不会啦，大家都笑得好开心。并不会，好不好？国界比旅说，是走鸡鸡路线。说，但是你没认识过又肥又宅又变态、鼻音又重的啊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小 P， 你为何反击？你说。会 underscore Katie。会你说什么？说，阿奇明明就有游戏业专业的特色，要好好利用啊。不一定。Come on， 不一定。说。阿奇加油！無理的歌，無理的歌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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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理的歌！媽，你生活在亞馬遜嗎？你想？國界比旅說，但是他都沒有在講評 RSD。我有講評啊，只是我最近已經詞窮，不知道講什麼評了。這款遊戲就是賣1000多块，而且是在2016以前就發售了。好，本台台主买了以后感觉有受骗的感觉，但是呢也没办法，都已经买了，所以说就像另外一个电玩高手等级的实况主都在请落。请光特色就是说今天是怎样，大家都在帮 AR 斯找特色 XD、没错，我特色就是没有特色，怎样啊，太棒啦。 OK， 好，讲明就结束了，这款游戏超屌，哈哈、完全不知道，没有人跟我一起玩的装一样呢，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怎么操作怎么打，看不到任何人，然后我就GG了，然后所有人都逃跑回家，开开心心洗刷刷了啊，不洗洗睡了，当鬼当万年，当到这么衰的也蛮难的。国界比旅说，今天台主跟观众角色互换，角色互换的，说要我再说明一次你的特色吗？我不想听你讲话了，小皮桑，不需要听特色的，好不好？就是又肥又宅又无聊的一个中年男子，就是要这么说。我马在说，是不是？阿奇说漏嘴了，洗刷刷，洗睡，洗刷刷，洗刷刷变成他妈的要划拳了，妈的，最好是这样的。儿子，干！可是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有朋友跟我一起直播、一起玩的话，应该会很好玩。说至少是又肥又宅又变态，鼻音又重，一个人就很痛苦。你要讲几次啊，小逼长？不用特别一直强调又肥又宅，好不好？又宅是可以的，本来就很宅，鼻音重也是事实。不要一直提很肥，好不好？妈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妈瘦皮猴一只就很屌啊！死黄猿，对，妈的 One Piece 三我有买，我跟你讲啊。We underscore Katie。说，那你要改成斯蒂姆版本啊？我要再买一次。国界比旅，可是现在有特价哦。这种派对游戏我 PC 一堆，但是我没朋友跟我玩。你看，国界真的是这样，买起来蛮心酸的。其实我也胖了。小兵，你最近胖哦？啊，是哦。不会的，你再怎么胖也没有我胖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看，我还为你好，我还自己又考试有自己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 KT 上跟国界你都有买，但是我觉得。稍微这样摸一下之后，我总觉得好像又，我也觉得我好像不会常碰这款游戏的感觉，对啊，除非真的有一堆朋友，然后一很火热一直在玩这款游戏，不然应该，对啊，了解知道它的玩法以后就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搞不好要单机再摸一下，大概知道怎么玩，然后应该不会再玩。说。AR 斯有买 STEAM 的生化骑兵吗？生化骑兵没有耶， Steam 的生化骑兵也有特价，是吧？库尼一直想买的 Bioshock， 对啊 ，PS 4版的。We underscore Katie。但是 Steam 版最近特价更便宜。你不会常碰的是每一款游戏啊。Zinchuan， 说你 STEAM 买了什么 ？You owe 68,345。全套360，全套包含 DLC 360而已。啊，是三标都是两家对啊，实惠也是，好便宜的是吗？但是库尼又不玩 PC 的 Steam game， 他还是要买主机游戏。日本人对 PC 这种东西的感受，只是感觉他很像是拿来工作用的，不是拿来打电的。
我买什么游戏哦？就是我昨天下午有介绍那个什么 Vile Story Upsell City， 是不是？什么万万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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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忘记了。前几天才直播，有个拿刀在那边砍的横卷轴的游戏哈。然后还有个叫什么 Stardust Galaxy Warriors， 横卷轴的射击游戏，扮演机器人的吧。然后还有一款这个 Retro 的，很像 GTA 的 game， 叫做 Retro City Rampage DX， 好像也是很有名的 indie game， 是很酷。跟有一个叫什么 Outdoors the Dark Core， 那个也是 Retro 风格的游戏。跟 One Piece 的三代海贼武装三，我真的买蛮多的。还有一个叫什么 Fairy Fencer F Advent Dark Force 妖精物语，是不是？那个我之前 PS 有发，然后 PC 更有，我那真的是打折打得太便宜，所以我买。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I Am the Hero， 这也是那个点举证的游戏，跟 Giga Wacker 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到时候有时间实况给大家看就知道，都不是什么新的 game， 不过就凭直觉啊，觉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就给他买了。我记得一只通常都是不会超过80块吧，但有几只是200的。还不错了哈，所以或许这两天我可能还稍微再看一下 Steam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把握最后的机会，把它买的大概就差不多了。我记得总共加起来快到1000块的，这几天买的话，买了大概9至10只游戏，很酷。国界比旅说，你不是还买一款 RPG 的游戏？有啊，就是那个妖精战士啊 ，Fairy 什么 Face。Fairy Face F Advent 什么的，哎呀，可是那个基本上类型它是那个 Ideal Factory 做的，所以它基本上也是那种一直跳图片出来，然后讲故事的那种 game。其实我没有很爱的，我只是看他说哇靠，那么便宜，然后之前 PS 国界比旅没有说迟迟无法入手，看你买我也买了，不好玩要找你拿钱。看我买你干嘛这样子啊？我要买，你可以自己。先问好说，哎、欸，哪个好不好？我给你再给你反馈，你再买。这么激动，国界，Steam可怕之处就是朋友买什么就买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是看你买《海贼无双》，我也买了。我那《海贼无双》是因为看到你有买，我说，哎、欸，看国界有买，我就想说，不然买来看好了。因为刚好看他价码差蛮多，我是买他的那个整个套保，不是297，是392那一套，连 DLC 版，反正好吧，把握最后一些机会啊 ！Steam 的游戏，如果喜欢，国界比旅去买。说，我有买《海贼王》双摸。有啊，我有看到啊，好像你有买，你想，你有看到你 ID 也有买。说，我在想要不要买传奇那个游戏，女主角有怪手的。传奇那个游戏女主角怪手的，可以给我看一下是哪个游戏吗？会不会是我有买的呢？我懂，传奇 X Legend 的有出哦，是吗？不晓得传奇那个游戏，哪个游戏？我看到哪？我真的是累了。好 ，OK， 哈欠都开始打了。副营长，你要接了吗？准备请了。说，飞叶传奇。哦、飞叶传奇是真的是可以玩的哦。嗯、原来是那个时空幻境系列的，Bestia 都是可以买。头发是黑色，然后跟白色相间那个嘛。说时空幻境 WWWW 那个非常好玩。嗯，我是买那个，后来我又再重新入手那个的 Best 版。小披长是这一只，你看一下封面 Steam 版的，你是说这一只对不对？这个好玩哦。就是 Tales of 帮老婆买了炼金术士。Bethesda 这一只的话是不错，我跟。库尼那时候直播的时候发现这个很棒，因为之前我是买 PS3 版玩，然后后来觉得画面没有那么的优，就把它卖掉之后，刚好最近那个日本原版的 The Best 版有出，很便宜，也是不用到台币不用到1000块，但是日文，嗯，然后有中文版，所以你也可以玩，不错，嗯，自己再考虑看看吧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哦。热到有点不太舒服了，我要等一下去准备洗澡。今天很抱歉，那个今
介绍这款游戏，希望大家不会喜欢。啊，不，都已经玩过，也不用，你自己想玩就买。哦，那跟阿哥一样，他妈的有点妈的熟。我有点挫的话，大家就不要说辛苦了，晚安。秦光说：“大家晚安啦。”好，感谢我们的秦光，还有我们的国建，还有我们 KD 上说要挽回热情传奇的烂销售。我们 K 上以及那个伤心公主，还有辛苦了，晚安。还有国建比吕阿瑞说：“我买下去不好玩，披桑要给我钱。”哦、好，国建提到七月三十号有聚会哦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参加哦。说三十分之七聚会哦。好，那我准备要来去洗澡了。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日本大明，下次见啦！谢谢我们的观众，说晚安，辛苦阿克了，拜拜。说晚安，伤心公主说晚安，大家晚安。